That's a good move. I'm impressed though. It's actually really great.台美混血阳光女孩透过镜头带领观众走遍瑞士以及澳洲，以充满生态关怀的内容再度获得美国泰利奖的肯定，拿下七银三铜的好成绩。对于得奖，节目主持人 Alana 除了感谢评审的肯定，也表示今年由于疫情影响，让许多原定行程被打乱。但乐观的她认为，人类减少活动，却也为全球生态带来改变，让地球有了新契机。Alana 说，最喜欢的海龟大批上岸产卵的消息，比得奖更令人高兴。Oh boy, walking on the side of a rock.天生双耳重度听损的 Alana， 透过电子设备加上口语训练，让她学会一口流利的英文。个性开朗乐观的她，不但没有被命运打倒，反而更积极探索世界。透过行脚节目，带给观众满满正能量。台北综合报道。